另外，梅山乡公所伫咧2022年的最后一天，伫咧梅山公园的街推广场，嘛来举办一场跨年晚会。现场是咧邀请到社会老大人上台来表演舞蹈，更有专业的歌手，阁有乐团的演出。梅北社区的志工妈妈是特别提供包括烧酒鸡、阁有鱼啊等等的美食，让民众食烧烧。全场倒算计时，做伙迎接新年。梅山乡公所已经连续几啊冬，伫年底的最后一天，拢会举办跨年的晚会。伊今年的活动节目，会使讲是非常的热烈，邀请到社区的妈妈上台演出，还佫有专业的歌手，还佫有乐团表演来插入气氛。邀你现场只相亲哦，大家精神真好加吼、哦。啊，迎合的节目，唔知各位感觉啊，节目有精彩无？哇！有精彩，播个声较大声点哇！咱这边跨年啦吼，过十分嘛吼，过十分钟就跨年，2023年啦吼。啊，而且啊，无祝大家2023年，大家赚大钱。啊！大家家庭美满，心想事成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2022已经特别过，不管你今年有偌歹运，有拄到啥物困难，总是已经要过啊。新的一年，念年就来，好运对你来，恭喜大家！新的一年，大家幸福满满，感谢各位。哦，拢每一年拢来到梅山吼，伫阮卖料，啥拢无过年，拢来到梅山过年，是啥物原因？你甲我讲一下好无？啥阮卖料，我拢有到卖料过年，阮卖料49,000+人拢无咱卖料过年，是安怎啦？梅山较幸福啦。你知影啥代志无？因为你遮吼人情味味较好啦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啦，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佫第二点就是，是啦，阮遐风声头啦。哦，你即摆去阮卖了吼，其实拢是徛袂住风声头，所以讲哦，每一年吼，我主持人就知影我拢来过年啦吼。是。啊，因为我甲恁梅山乡拢哦，拢结成哦，即个吼，即一面四共款啦吼，一面四面乡共款啦吼。今年的跨年晚会，就邀请了社区的长辈上台表演，互了长辈有一个上好的舞台来演出。当时梅北社区的志工妈妈也有准备烧酒鸡、鱼仔，和大家做伙度过一个欢喜的暗时。谢谢新闻整理新闻山乡采访报道。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，等下再去烧煤炭，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，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贝变黄金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安那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台湾的很多主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